觉得就是说，一定要让老人感觉，哦，刚才有一个大哥在我们在闲聊说，要做社造，第一个，你一个社造点，整个社造的一个那个主轴，所以像我这个地方，那个是越找不到地方，因为那个在都要那个地那个有地，五个里面大概有四个是年轻的，对，大概超过40岁以下的，啊、哦，他回。他有做什么？开咖啡厅，大连话传音来跑，哦，咖啡厅的，也有做棒蝶啊，起太空蝶，哦，他只要做养殖，哦，他有做快炒的，哦，他也有就做那个职那个职人的，然后有技术啊，哦，这陶器这啥这好，哦，这地缸啥，那我们就是来协助设计一下，哦，这些慢慢的就是大概在目前大概差不多有。有五个，哦，目前。在刚开做的时候，有一些居民说：“阿、啊、弟，你反而让这样大逆自然的情况，对对对对。”白羊龙，那这个很多人都认为说它是那个那个眼睛就会看着你，走到这边，他眼睛就看着你。家都有一个黑水沟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因拢会走过来这边，啊，这边有沙洲，哦，这边有沙洲，沙洲就有一些浅海渔获，这渔获从较优质的乌鱼、土特、哦，白鲳，哦，啊，过来一挂迄个跨迄个什么乌鳅，哦，一挂较等级较悬的，过来特有的产物剑虾都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所以因为那那个地方。叫做外山顶洲，啊，因为经过早有很多的一些微生物，才会有产生一些那个，一般都是淡水，它每一个礼拜都有一篇全版，它的介绍台湾。
白露鸶就不来筑巢了。对，白露鸶它就来。其实一开始刚装那几年哈、哦，暗。